新城乡公所28号是在新城乡原住民文物馆办理了2021客运歌声满回蓝新城客属合唱团的交流演出活动，将合唱音乐融入了团员日常生活的婚丧喜庆中，将社会大众接受度高的通俗流行校园歌曲或是专人编谱的合唱歌曲，也让东部偏乡能够听到好歌声。在3月28号这一天，新城乡公所并且在新城乡原住民文化馆办理2021客运歌声满回蓝新城乡客属会合唱团交流演出，共计有五个合唱团来共享盛举。美妙的音乐和歌声萦绕在乡境内之内，把美好的歌声分享给大家。而这次由新城乡公所和新城乡客属会共同来办理的活动，为了就是要营造成为艺文的城市，就有音符的创作和响宴，将合唱音乐融入会员日常生活婚丧喜庆当中，将社会大众接受度高的通俗流行校园歌曲或请专人编曲的合唱歌曲，让东部偏乡也能够听到好歌声。记者周旺贤报道。